叫咗个白汁，又系饭又系鸡，话因为我打开嘅，咁点解我冇跌翻？跌翻落嚟先系啦。咁你唔系转翻去先 ？F 五系啦 ，F 五啱啦啱啦。咁大家见到咧，地下有个嘢喺度，大家见到地下呢度有个嘢喺度咧，咁就知道咧呢个时候咧又喺呢个奇异异件箱嘅时候。咁呢个就系今次二月嘅嘢啦。咁就系二月嘅奇异异件箱啦。咁大家如果对呢个月啲拍片有啲咩留，有啲咩意见啊，或者话嚟紧下个月想拍啲乜鬼乜嘢都好嘅，你就喺呢段片下面留言啦，就咁样系啦。咁或者对 Facebook 留言都得嘅，就咁样系啦。咁咁我当然系叫大家多去 Facebook 系咪先系啦，就咁样。咁有冇讲漏啲咩啊？仲有啊。咁我就觉得下面呢个嘢几靓啊，好型咁样，成个太阳咁啊。咁虽然实际上去就唔系个太阳嚟噶咯。咁不过不过求其呢样嘢冇所谓系咪先？呢啲嘢唔重要系嘛？系啦，就咁样系啦。系咪打爆嗰个地下可唔可以放翻去啊？得唔得啊？唔啱。再大啲系咁样，啱啦，系啦。咁有啲咩留意咧？同埋即系譬如即系工，尤其是系有关工业嗰度，因为我都想唔知会唔会话一个系列玩太耐咧，大家会闷咁样咧，或者同埋而家咧都冇咩话固定方向咁样咧，咁所以咧会唔会不如话开个新系列咁样，大家睇下对呢样嘢有冇意见咁样吓。咁呢个问题我问嘅，大家可以答埋啦。咁另外，大家如果仲有啲咩其他意见的话咧，就快啲喺呢段片度留言啊，咁样吓。咁另外咧，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，大家一定要睇埋落去啊，就系咧呢个乜鬼1750好多个零嘅找数系啦。咁点解会喺呢个意见箱条片度出嘅咧？咁因为咧想大家多啲留意意见，企鹅意见箱同埋每月总结呢家嘢啊嘛，系咪先啊？咁成日都冇乜人睇，咁其实咧我通常有啲咩想讲咧，即系唔系片。即係叫咩咧？對於拍片有啲咩感想嘅時候，我都會喺每月總結講啊，就係咁樣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留言啦，咁樣係啦。咁所以咧，而家今日要講嘅差唔多係啦。咁一陣咧完咗講嘢之後咧，大家就會見到呢個唱歌嘅片段啦。咁唱乜嘢啊？就係呢個比卡超講嘅，係呢個比卡超所講嘅咧，呢個劉浩龍思覺失調啊。咁係啦，大家都知呢首咧就主題曲啦，係咪先嚇？咁雖然咧我唱得好似唔係幾好聽，就咁嚇。咁因為咧呢排咧即係出呢條片嘅時候，我仲病緊啦。大家都知啊，如果有睇 Facebook 嘅話咧，我發緊燒，唔知點解無端端係啦。咁因為找數我就發燒，咁所以其實唔找數會比較好啲啊。擺明就係咪先嚇？咁好似係咁樣係啦，咁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唱歌就係咁樣嚇。咁呢條片完咗，大家應該就會見到唱歌。咁所以咧，頭先講到唱得唔係幾好啦。咁聲沙啊，病緊係就咁樣嚇。咁不過希望大家都鍾意呢，就係咁樣嚇。咁再次多謝大家咧，就去到呢個1750嘅數字呢、這個里程碑啊，就係咁樣係啦。咁雖然咧已經過埋2000啦，我仲有多一條數要找噶啦。咁不過咧，都多谢大家一路以嚟支持，我会继续走数嘅，就咁样系啦。咁系啦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咁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就咁 like 啦，就咁样系。咁对呢个月有咩意见？对呢个二月有咩意见？快啲留言啦，就咁样系。同埋如果你想支持我咁拍落去呢，就咁订阅啦吓，就咁样。同埋记得去赞好呢个 Facebook 专业啊，就咁样系啦。咁系啦。咁呢个时候咧就开始播歌。哇，咁系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好啦 ，music 开始啦，就系咁样。型好吗？仲会每天失眠到天光吗？大头虾没大门时也许很老气吧？仍关心你愿每天问，最后也明白角色时而不相衬，还由他去待我，为你紧。问太多根本不回讲，束缚不来如人马座，亦因爱你令你不安，才离开不再讲。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，明白改不变，你亦离开很远。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，最后谁又会可怜？极危险，连思觉上也失调，没办法接受现实，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。
你的声线还仍然又在耳，已分不清楚我位置。问太多根本不回答，束缚不来如饮马座，亦因爱你令你不安，才离开不再讲。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，明白改不变，你亦离开很远。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，最后谁又会可怜？极危险，连视觉像也失调，还是我太犯贱，或是我太介意，太过肤浅。百篇短信留言徒然又是，始终得不到你在意。留低即使很多的投资，如今已做错记下了，只有缺点太心痛，是我的一手包办，令你心变酸，弥补如何还是太迟。若然你如果有日说分歧，我这生福气也用来祝福你，仍收起曾度过这一层戏飞，而这结尾还应否舍弃？